大家好，我是永航。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嗨佩利大神啊对于超级玛丽的一个细节上或者小知识上的一个研究。那就是呢，众所周知呢，在超级玛丽三个二那关呢是可以踩一个无限命的，利用这个台阶上的这个鸭子啊来踩一波无限命。但是呢，极少数的人知道啊，这个其实一杠二就可以利用这个鸭子踩一波无限命。那么呢，咱们来看啊，这里呢，你如果很细心，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游戏呢，它利用这个梯子，啊，利用这个梯子形成一个无限叠加分数的这个小 bug。因为呢，这个游戏呢，你在无限踩，只要超级玛丽不落地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分数呢会一直往上叠加。但是呢，在一杠二的时候呢，你可以利用这个梯子，系统呢依然会判定，你在踩一下到梯子上之后，只要不落到这个实地上，它就会判定你的超级玛丽呢没有落地。哎，怎么给这鸭子的乌龟壳踩翻了呢？挺有意思啊。再补一脚，你可以看到这个分数呢已经陆续叠加到5000，啊，陆续叠加到5000，然后咱们继续，再来8000，再踢一脚啊，再踩一脚，那么就是一个奖命，噔，然后继续，只要你不落地啊，只要你控制得好这个节奏，你看是吧，噔，又来了，这样的话呢，无限奖命也就形成了啊。不得不说啊，这个嗨佩利大神呢对这个超级玛丽的研究真的是太到家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到单个字母的视频网站搜索一下嗨佩利啊 HAPPYLE 来看啊，这位大神呢对超级玛丽的各种研究的一个情况。那么 OK， 大神一走，咱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就告一段落，拜拜。